哎、欸，两位用餐吗？今天想要吃点什么？所有的 meal 都给我来一份 ，Thank you 啊。先生，其实我们一份主餐其实就够两个人吃了。如果你们每一样都要来一份的话，这样是要20份。对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请稍等一下，马上来。这男有病哦，怎么那么嚣张？不知道，每个都点一份，乱。哇，中国江南吃。怎么感觉像是在做评鉴呢？该不会是那种报章杂志的美食评论家，一篇报道足以影响一整家餐厅的那一种？江心他真可怜，挑到这种时候来吃。切菜啊！啊！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篇幅，篇幅里藏着我所有走过的旅途，旅途中有你我一起走过的梦，还有忘不掉的轮廓。我是你的衣服。白酒。